拥有需要多少钱？白薇盲盒中的物品在店中直接售卖。本报记者社面对钟正俊的询问，店主回复，这是中古包的拆皮款，皮是白薇的，绝对保真。另外，白薇盲盒中商品的质量也堪忧，有网友在表示，其购买的白薇盲盒中抽出一个项链，但是该项链不到半个月就断裂了。图片来源小红书，公然售卖用印有 LOUAFVUIT 提供的标志性橙色小盒子装这所谓的中古包拆皮 DIY 产品的白薇盲盒合法吗？